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欢迎支持大。咱即马继续游园讲，吴国元老师来探讨着讲啊，这个台语吼。啊，顶一站吼，这个较较难讲，啰里啰嗦吼。啊，毋过你若要讲正讲讲正音的这个台语，你都要经过这个。即、这个讲啰嗦的即、这个即、这个站啦，即就是讲迄啰魔鬼拢藏在细节里吼。啊，你即个细节，即、这个细节嘞，你代志你若无去了解，无去深入去了解去研究，啊无一般的人嘛毋知影讲，啊咱台语就讲台语就一直讲就对啊，啊哪有一个啥物？个个有甲无的迄个音嘛呢？哦，啊，咱即马咱拄则是讲啊，这个啊母音嘛吼、嗯。啊，咱即马甲吴老师啊，搁啊要来探讨着这个注音吼。啊，因老母讲好要讲因囝就对啦。好啦，好，咱即马过来继续。啊，讲到这个音吼，音数、音符都较啰嗦吼，啊，较无趣味。但这是咱开路为着要。有特别说落去讲其他的问题，咱需要讲即个问题。哦，啊，咱即摆咧讲的是讲迄个音数，讲迄个音，甲你即个音要用倒一字罗马字来表达，无啥物关系。迄、个如果吼、哦，你若信，吼、哦，你若采用教罗，你就用教罗的方法，嘛不要紧。啊，你若用，你若你若是有了解这个通用，你想要用通用的方法来写、来表达嘛，不要紧。咱一只吼，一只所提出来符号，是叫你一定爱用这个符号，因为现在咱到现时点吼，所有这个符号的这个标准化，教育部有公布，有公布一个台，或者即摆叫做。或者大陆，台湾吼、哦，台语罗马字系统就对啦、有公布一个根据这个系统来个表达，也是可以。这小可差了点，吼、哦，咱无咧强调迄个符号，迄、个是答一直讲来，吼、咱讲尾啊，咱再来讨论讲需要用多一个符号较适当，吼、这个问题是以后的问题，唔是咱即摆要讲的问题。哦，咱即下要讲个，只是咧讲哦，有偌济音数，哦，有偌济音数。我拄则讲即个台语有偌济母音，吼、哦，咱讲了，咱即下讲台语有偌济注音。其实台语的即个发音，咱所了解的这个语言内底吼，可能讲日本话阿幼的五十音非常简单，甲台语的即个音数啊是非常简单。台语的音素吼，拢过是顺音，拢过顺音，无迄个梗字音啦、大字音、啥物音拢无啦，拢过是顺音，真简单的顺音。台语吼有十八个注音，吼、哦，十八个注音是木、吃、的、夫，吼、哦，夫就十八个吼，即摆咱直接讲夫吼，即、这个夫古个。旧的教路是有，啊新的教路都无啊，啊即马教育部指定的嘛无，即、这个夫伊拢总写做 H U 的对啦 ，H U 啊，写做 H U， 哦，啊即 H U， 我一只特别讲，只讲我个人吼，我是希望讲恢复以前的教路迄个有一个 F 夫吼。因为安尼写起来较好看，啊，搁再吼，即、这个呼麦音个得嘛无错啊，吼、啊无错，吼、啊过来就讲即个 H 吼、哦，即、这个 H 是台语的所有即个系统内底吼，伊有过来角色，即、这个角色就是读做好吼、哦好啊吼、哦啊好吼、哦、嘿吼、哦、嘻吼、哦、读做阿念吼，啊伊搁一个角色。要搁读作呼呼，但是你台语啊特别哈嘻呼嘿吼诶呼，即个呼特别加哈嘿，诶嘴开开即嘿哈嘿，敢若无共款，敢若无共款吼，啊，所以我即只是吼，在我个人啦，特别改做 F 吼、哦，即
大概卖快一点，哦，无赞成的人，伊我再用 H U 都会使的，哈，都会使。过来 G， 哦，哦，过来 Hu， 哦 ，Hu 都是 H， 哦 ，H 就是 Hu， 啊，过来 G，G G 的是讲日头啦，哈，啊，啊，这台南方面的这个所需要这个。这个李楚红演的这个发音哦，这边这个少，这个少啊，嘉义啊，一部分人话来讲哦，啊，过来歌啊，乐、哦、嗯嗯嗯哦，这三字咱伫顶关有讲，这是讲华人念来，有时啊做准母音起来用，但是这是主音哦啊 ，p k c t u z 哦，有这十八个。有这十八个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符号，吼、哦，咱大家一直讲来，就会滴了解讲啊，现时，吼、哦，所有个符号，有适当啊，无适当啊，无适当，应该建议安怎改较好，哦，迄是咱大家一直讲来的一个问题。啊，即话这十八个，十八个主音内底，十八个主音内底，伊有。有四个吼，四个破的声，阿弗里卡的，阿弗里卡的破声的，破声就讲讲 D 哈 ，D 啊叫 D 啊 D 哈，啊 D 变 T 哈，变 T 啊 B 哈 B 哈大 B 哈三连 B B 哈 B 啊 B 变 P 哈 ，B 变 P 哈，这 P 或者阿弗里卡的。哦，这叫做破声就对了哈。有三个破，四个破声，啊，四个破声就是 T、P， 哦 ，T、K， 那 T、K、P， 哈，有这个四个破声。啊个四个破声，啊个七啊 G。G是清音，啊，一个七，七七叫的七，七，有卡七，嘿，七 P K T， 好，这四个，好就破了声，嗯，但是咱再来讲，详细个观察台湾的破了声，台语的破了声，跟英文的破了声，哈，啊，加北京的破了声，哈，小花有说啦，这个音质的差别。所以音质的差别是台语的破的声吼，无遐尼强，无遐尼强，哦。啊，过来吼，伊有台语内底有三个录音，三个录音，哦，三个录音是第一个是 B B， 哦，就是 P。B B P B B B 哦，那 B 数的 B 哦哦，还是讲要去倒位的 B 哦哦，这是录音。啊，过来是一个是 G 加 G 的 G 哦，加 G 的 G 是录音哦。啊，过一个 Z 哦，日头，人讲日头，有人讲日头，人讲日头，人讲日头。诶，日是这三个，那这个原来个算在内。就是有三个录音，这个录音吼是北京语所无的，北京语所无的。所以现在咱的这个较少年囡仔，吼出世就讲北京语的这少年囡仔，伊要讲这三句话有发生一些困难。有啊，囡仔、嗯、学生囡仔，好热好热，伊拢嘛讲啊，好热啊，好热哦、啊，安、尼。对。吼、哦，所以日热拢分袂清啊，好热哦、啊，好热哦、啊。有小可困难吼。对、哦、对。就是这个录音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迄个拜拜，讲拜拜，吼、哦，这录音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即内底点吼，即、这个十八个主音内底吼。哦，十八个主音内底有五个鼻音，嗯，哦，鼻声就对了哈。如果讲鼻声、鼻音，哦，鼻音头一个是嗯嗯，要有鼻腔讲出来，嗯嗯，哦嗯，或者嗯
嗯，哦，个是嗯嗯嗯，对，嗯嗯嗯嗯，最好的嗯，好，而且嗯啊啊，对，嗯，就是我这个，嗯嗯，平安的安嗯安嗯，好，啊，过来这，嗯是鹰开嘴的，嗯，好，开嘴，嗯，好，啊过来是啊，无一本来对，是叫做啊啊。包啊，包啊，包啊，啊那个啊，好，料好啊，实在，包啊，好，啊，过来是个爱爱伊呐爱，好，啊过来熬，哦，不，我个个熬熬熬，好熬，好过来暗暗来暗，好，暗暗暗，即。这几句哈是台语的拼音，但是有一个比较来讲，台语的拼音原来是同款。台语的拼音无亲像英文，还是北京语的，迄个拼音遐尼重。伊的拼音的位置，唔是一只，唔是一只，唔是伫个平讲遐出来。是一只，是一只。刚刚问讲哦，你知唔知？哎，知就有了啊。是一只。一点点迄个拼音嘛。这拼音比拼音吼，比拼音吼，英文的拼音是较深，北京的拼音较深，台语的拼音吼，较浅。较浅，是这拼音这个。知，你知，知心，知唔知？所以有人讲台语的拼音是半拼音。有人讲是或者半拼音，哦，不管你半拼音还是不是拼音，就是讲较浅，比较别人个就较浅。台语的不如破的声也无遐强，也较浅。鼻声也是较浅。一只吼，这十八个主音，啊加六个母音并合起来，台语究竟？有法度变合偌济，有法度变合偌济，迄落音节走出来，吼，拢总安尼变个变去变去，台语拢总有偌济音节对咯。哎，台语拢总有偌济音节来讲，真济款人讲真济款话啦，吼。哎，考虑为倒去算起吼，啊，大概像讲王一德啊，王一德诶，即伊。伊有这台湾话工作来滴，吼、哦，伊有讲计算台湾话这个所谓这希腊文吼，这个音节变来变去，这音节拢都差不多八百，差不多八百。八百。啊，八百音节，啊，台湾话就是八百音节来滴，倒来倒去，倒来倒去，一直组织出来安尼，吼、哦、啊。不过你若讲台湾话有个叫做声调，会使来入声。像讲低啊个低，低个低，吼，啊个低，啊个八个八，吼，但是这个声调，那我那算，那我那算一个音节啦，那我那个算音节落去啦，吼，啊咧台湾话这个音节啦，差不多一千两百音节，差不多一千两百音节，吼，啊，哪个个？空中是台湾话吼，到现在啊有另外一种发音，就是譬如讲鸡啊、鸡啊、鱼啊吼，鸡啊有人讲鸡，有人讲鼓鼓啊，鸡舒服的代志。鸡啊、鼓啊，吼，但是伊有人讲鸽啊、鸽啊、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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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不是鱼啊，哦，鱼啊，鱼啊，不是鱼啊，啊，不是鱼啊，是鱼啊，鱼，鱼，哦，那包括这个音，这个音啊，对嘞，中华关的一部分，跟咱台北的这猫空的讲，沙丁堡呀，嘛是讲鱼啊，啊，有人安尼讲，哦，假使那这个音啊，包括带来的时候，台湾。现在现有诶，即个台语诶，即个音数可能有1500个音数，可能1500个音数。啊，即个1500个音数倒来倒去倒来，去咧造就所有咱台湾话现在所有诶即个单字就对啦，吼。啊，好，啊，即款说了，咱讲即个拼音吼，咱在罗马尼语即个拼音。
是一个问题。罗马尼那是罗马尼，中国你用汉语，要罗马尼要甲用要甲当作物理也好，当作主语也好，就是你拼音，吼，除了讲 M 啊甲 N， 这两字本身它是拼音啦，这两字本身就是拼音，吼，啊，这两字本身拼音免阁有拼音符号，啊，假使来讲。来讲迄个哒哒哒哒的哒，啊个哒哒哒啊哒哒的哒，这是拼音咯，哒哒的哒拼音。那么这个哒吼，都爱有一个拼音符号注记下，才会当读作拼音符号。这个拼音符号过去啊，过去教会罗湾里是用一个小 n 吼 ，n 迄字个 n 一个角才注记的写字的 n。哦，你若看到这样，就是拼音，哦。啊，你这个说 N， 有人注定讲，伊容易看唔到的，啊，容易误看。哦，啊，个那过去的电脑，差不多说九八以前啊，九八以前的电脑哦，是迄字拍袂出来，拍袂出来。现在是 A， 现在是有迄字，不过有迄字是这个那是电脑的 email 来那边对吧？可是。这个询问系统的时阵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无法度，吼，变大字走出来，吼，变大字走出来。比如讲，你啊，打啊，这个一只，读个打啊，你啊，走来变大字变单呢，单会变单去走去，不用字，音个单，音个走去啊。所以就因为安尼，有另外种设计走来。诶，设计，譬如讲，现在的这个教育部公布的吼，诶，这个台语字母符号是用 N， 不过你若打打后壁个拍两字 N， 就变打吼，就变打，嘛变打了，就用 N， 用 N 台语，用 N 台语，但。这咱这也冇有人有意见的对啦吼，有意见。你讲用两字 N 有点吼，啊你那安尼台湾的拼音有较济啊点，啊咧不管是啦 N， 那好看嘛，唔好看吼，啊嘛无好用。有人是安尼主张，吼，啊有人讲啊无都迄个 N 改做一字大字大写，吼，好 capital letter 吼，大写，诶，这个 N， 啊你一字就好啊。哦，对啊，大写就是你爱变墨就搁爱拍一个手读吼，安尼搁大写嘛是有无方便的所在，哦，但是无方便嘛都用，哦，啊这边用安怎来表达，即咱达到吼，同款，咱迄个卡层啊吼，咱再过来讨论这代志。因为哦，我感觉讲咱啊要爱。咱要爱，可比讲你要建立一个语言哦，这个书写啦、系统啦啥，迄拢毋是遐尼简单诶代志。啊，有人就讲哦，想互伊上台搭来讲啦，啊无就讲，啊你做无好，你去你台顶嘛无路用啦。即摆又搁安尼，又搁咧冤家，两种诶讲法，啊听起来是真对啦。无，即摆是有一个问题咧，是讲吼，有人主流讲对，讲错啊都。即摆是先按你个用咧，啊后日啊达达达达起再来改。问题有一项就是讲，后日啊讲我做改啊，你一旦吼在囡仔，你就譬如讲，你只项物件个囡仔都讲。啊，鸟来就鸟来，你后盖讲石家话，伊说唔知影。对。啊，即摆人石家已经讲迄落，你讲鸟来，我食到六十外岁嘛，佫唔知。对，就会变讲你迄阵在改，咁。就改会过啦，所以就是讲，那一档啊吼，一档恁即马要推广，都较想我周转，甚至讲咱即马嘛唔是讲即马才开始呢，台语研究、台语书写研究，佫开始七八十档啊啦。对啊，八十档啊。那现在这个我再讲来说，这个标准化，标准化，标准化包括文字。包括文字，啊，即摆是第一届咧，即譬如讲，即个师范大学即个台文系，吼，过去是台文系主即个李庆华教授。李庆华教授，我捌看到伊有写一篇文章，伊讲台语文学在标准化。好，啊，即台语文学标准化讲起敢对啦，敢对啦。但是我是讲，
文学是文的学，就是文台语文的标准化。嗯，哦，就是讲台语，你现在今仔日要教育啦，要文理化，都是爱标准化。标准化了后，从这个标准化功夫来下出来，来制作，来制作台文学，个标准化文学。嗯，哦，这是会有较重要的，哦，有较重要代志。嗯嗯。所以讲，我就感觉讲，伫个这个台语界来讲哦，我相信啦。做台语的人是坐甲满满是啦，为台湾头甲台湾尾足侪啦。啊，想奇怪，这八十年来安尼，足侪人讲哦，我付出青春岁月金钱祖产，啥物拢投资完嘞，啊，结果看起来敢那讲效果拢看袂着。即摆咱即毋是咧互相攻击，是咧讲有一部分的人吼，不只个大部分，包括我起初我是有即款感觉，就是讲你研究台语，其实你毋是咧做研究台语，你是咧研究你家己的话，你用你家己的话当作是台语，咧推广咧做，好，所以到有一个较早咱讲过再讲，就是讲，你。母语运动的时候是要强调我的母语，来对抗外来政权，是啊，哦，这个霸权，哦，但是现在都完成了这阶段性，你现在要个物理化的时候，你都要将家己的母语吼，要小个收起来，用公共领域来考虑这个台语要安怎处理，要安怎写，就是讲要考虑这个标准化的问题，对啦，你若这个台语若讲无标准化、无系统化，永远拢伫个咧基层安尼在讲，安尼，少数人才补一个，遐补一个，才补一个，遐补一个安尼啦。所以讲，你看咱今仔日咱讲这个什么母音、子音者吼，咱听的是讲会晓的人听到就讲，迄我早就会晓啊。若袂晓的人讲，我无看到我你安尼在讲，我讲者就过去，毋知安怎吼。我希望讲，咱要学好一个，要学好一个功夫进前。你讲要拍拳头，上无你上基层，你嘛爱叫你爱打马卡，马卡爱打刷好在安尼。哦，咱这个就是刷马卡的，老师今仔日甲咱讲的这个什么母音啦、子音啦，这就是刷马卡的，这个语言就对啦吼。爱用的这叫功夫语言啦，这正港的功夫语言呢。这个问题搁讲吼，搁讲就是因为咱往时讲的这个。其实，若要讲这个问题，就爱有具体的符号通出来，是，甲大家讲话啦。对。问题是讲吼，要提出具体的这个，这个符号出来，讲这多一日爱用，多一日爱用，多一日这款主张，因为这款主张，伊就纷争真久，咱是这个所在者，真容易，甲想讲甲闹起啊，片面，吼。漂亮了，咱等一直讲吼，讲到尾啊，咱就来去点着讲为什么咱都用这字？为什么用这字它唔好？安尼，只是即马只是讲，唔是袂用字，咱即句袂用字无讲，就是讲是较好，譬如讲用这个符号较好，是用这个符号较好，是较好较无好的问题。唔是用字甲无用字的问题，因为咱一个符号，咱嘛爱看讲，这个文章，可比讲写文章，这个文字安尼字面上看有水无？啊，佮伊迄个发音甲迄个佮有结合滴个安尼，互人感觉讲，用这个，互人感觉个迄个感觉啦，应该是讲迄个感觉，吼，人就去选择安尼。对啊，对。毋过吼，教育部伊安尼出遐济吼，有诶看起来吼。迄三岁囡仔就会当家踢破呢，吼，就是讲那莫名其妙，哪会用迄字安尼？吼，毋过迄一字是用足侪钱，都有正做一字，互教育部落去用呢。你看答辩开会的时阵，都爱互遐个迄落专家学者，遐侪钱安尼，结果母的一落转来，结果咱家找咧，迄几百字也嘛讲袂用钱。不是讲袂用字啦，用了嘛袂水开啦，应该讲水开吧。不是啊，迄字是人用的啊，字是人用的啊，要教育部贴出迄字吼。
嘛唔是讲拢唔对啊，拢袂用得。咱唔是讲伊对啊，唔、欸、是唔对嘿。在因呢，因提出来迄人提出来诶见解，就是里面当中。安尼才对。安才对啊吼。啊，即卖是法律这个物件是叫，开始讲无。伊有一个极限，啊，也是无确定个啦。嗯。因为伊无一定个读音字嘞，伊无一定读音字嘞。嗯嗯。哦，伊是象形文字，哦，象意文字，它个意思无迄个确定个音。嗯。所以你要讲对啊唔对，真歹去论证，真歹去论证。嗯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你汉字到今日吼，你有法度找到一个原则无？一个原则就是讲。咱台语内底要用汉字，就是干呐，要甲用遐个，要甲取迄个音，哦，取迄个音，就讲，嗯，克林顿总统个写作克林顿，巴拉个写巴拉，嗯，吼，巴拉，咱马台湾人马巴拉写巴拉，嗯，巴勒啦，巴勒，吼，即款个拢是取迄个音来表达这物件。台语要用汉字，要汉字个音来取汉字个音，还是取汉字个意思？嗯，哦，也标语，从伊个标语来，嗯，吼，台语干那是无法度，无法度讲单纯干那，啊，拢总用标音咩？啊，是拢总用标语个，无法度。嗯，所以直接来顺头，你他看到汉字个顺头，你要甲当作讲这是标语，还是这是标音？嗯嗯，咱下人以外，咱他个人吼，嗯。诶诶，无啦啥啊！真歹去出国就对啦，真歹出国。嗯，所以伫这个所在遮吼，嗯，哦，这是咱若讲后日咱讲到汉字的时阵，咱会去讲到这问题。是啊。啊，咱今日甲咱讲到这个台语的这个浓重的音素，台语的客家浓重在音素，吼，浓重在音素来组织台语。啊，一只真重要，就是讲台语除了有这个破声吼、破音就对啦吼，阿弗里卡的吼，啊加鼻音、加落音以外，吼、落音以外，无其他的成分，拢总是清音。其实台语吼，咱后回来咱会讲到讲台语的这个。叫音韵的变化，哈，转音，转音的这个问题，阿恁阿弟哈，但伊这转音啦，其实恁啦有读到北方语言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讲啊，这是足简单的代志，这通常都是安尼，吼，啊，就有这个问题的啦，啊，那无台语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迄个音素，直接组织的讲话，台语是真好读的语言，唔是是一般的讲，啊，台语遐尼歹读，台语是。全世界语言上好读的语言，是啊，有人讲迄落哦，讲到台语老师讲哦，迄足无简单嘞，哦，迄一定是一个汉文老师出身的，才有法度教台语安尼。讲到台语老师拢安尼，心比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哦，咱若用生活化来看这个台语，该看作讲你拄则咧讲讲足浅显的吼，足、好学的。诶、欸，啊有影嘞，你讲差不多一千。上济1500，音素，一千五百的音素，不是音素，五百的音质，音质都会当将这个台语给讲到安尼，真好听就对了，吼，宜兰人讲真好听的，足好听的啦，安尼哦，啊，咱今仔日足感谢，吴国安老师伫个遮遐尼辛苦，遐热的天哦，啊，伫个遮坐遮久安尼，啊，咱休困一下嘿。